来，各位观众，我们来观战一把三岁的佣兵居然遇上了红蝶。阵容方面的话，超修流，然后带一个空军配佣兵，搬了一个先知，没有选前锋，应该这样子的一个阵容的搬选啊。机械师第一个被找到，瓦反正已经放了，这边吃一刀加速走吧。他是想拉废墟，因为面对红蝶的话，机械师怎么说呢？冲医院冲不进的，这个冲医院是冲不进的。我觉得刚才这个点位拉废墟，然后利用废墟的板窗来牵制，能拖多久拖多久会不会好一点？这里这个点位比较难牵制啊，这个点位比较难牵制。而且红蝶这边的话，知道你的刷点在这边，我可以把你挂回去的，挂回去很有概率就能够找到这个娃了。对，往回挂。这边如果娃也打掉，求者这把应该是没有什么赢面了。他这边在找娃，哎，没找到，娃这边蹲的还不错，自己捞。这自己捞不好吧？这自己捞，捞完，你说当时如果空军在前面交一枪，自己捞可能还行，那这个娃也没了呀。前面还有个地下室啊，这地下室，哎，看见这个娃了，看见这个娃了，那可以，挂上打一刀，能不能打个椅子？可以卖了，佣兵来救也没什么太大的，不过救红蝶不吃。万一吃个双倒的，现在红蝶飞天也有双倒的能力啊，也有落地双刀的能力，货币跳过来，对吧？还有震慑呢，救下来，娃娃扛刀，来镜头给到戒石，戒石这边娃娃扛一刀，关卡走不了呀，走不了。红蝶这边还有传送，外面机子还是很快的，来放娃扛一刀，红蝶这边也知道你想干嘛。没能成功啊，没能成功，算了，强行摸自己，再拖一个擦刀时间。哎呀，没牵起来啊，没有拖到，把他打掉挂飞。外面差的机子应该是一台新机台一铲吧，两台都已经修了20%-30%了，还行。红蝶想要真是不容易啊，因为空军有枪，佣兵还有护臂。这里的话是修小黄的机，其实这边遗产也没多少，空军交枪了，交枪翻往废墟走，传送过去找囚徒，这样要将三个人全部打残，打残以后就没办法有人来救人了。这样的安排我觉得都可以啊，求者现在的话也有机会能保平的，不是说没有机会保平，只是红蝶这种打法的话，求者保平的一个难度会很高。如果说红蝶头铁啊，当时追着空军打的话，其实求者反而好保平，因为机子会够。所以大家可以看到，就是高分段这些监管者为什么就是，对吧，打一刀就换一个节奏，他就这样来打乱你的一个休机节奏，然后呢尽可能的去找机会压遗产，压到遗产以后你这边外面状态又是残的，那我就有机会了。这边是远程补给，慢慢修，佣兵压着，空军卡死就一波。但红蝶这边好像想去找这边的佣兵啊，找佣兵是可行的，摸了瓶香水，30秒的传送，先打一刀。这香水要是浇出来其实蛮舒服的，这样的话囚徒距离拉远了。这一波搏命套上给了20秒佣兵的一个休机时间，然后下一波佣兵来救，空军去补机，机子其实差不多了。这一轮当时我倒是觉得这边如果说去红蝶不管这个囚徒追着佣兵打，可能赢面会更大一点，现在也有赢面，这囚徒救下来上挂飞，然后有传送，
啊，这样也行，倒遗产，然后挂进地下室。但佣兵救下来以后呢，可以外面再修一台囚徒再修，然后佣兵再去救人。佣兵这边要留护币的，要留护币的，血先算好，然后留护币，外面囚徒再补一台。我记得还有一台遗产的吧，外面，对，外面还有一台遗产的，囚徒这边可以补。红爹没有传送了，但两个人走的方向不太对，是准备一起去打一波架。跟红蝶刚正面强行打亮这台机子，这样的话我觉得红蝶更有胜算啊。连了一手落地一刀没打中手机子，囚徒来，这囚徒是个上挂飞，囚徒来的有点早啊。两个人强行亮机，那我先牵起来啊，我牵起来打你们气球刀。嗯，机子直接点亮，挂飞，然后再留佣兵要跳地窖，空军压门13秒有传送，这把打到佣兵的话可能是一个四抓。当时其实我觉得如果是开上帝视角啊，我觉得熊者这边这个分段的熊者，他们如果开，哎漂亮，他们如果开上帝视角应该也是会选择就是重新起一台的，因为那边那台遗产走过去不远，然后而且那个什么呢，就是而且那个叫什么，有修过一些了，差不多是40多秒嘛，40多秒佣兵过去救人，空军这个屁股是顶得住的，顶得住这40秒的时间，救下来以后扛一个刀什么的，这40秒是能拖出来的。而且那个位置的门，那个位置的机离门也近，点完以后可以直接那个，就是直接叫什么点门的。这样的话，空军要跳地窖，一根针。红军这边求稳啊，求稳没有什么问题。那这边在玩了，在练怎么飞。空军这手的一个开门战还是比较到位的，他知道你对吧？击倒佣兵肯定会传，然后他是极度相信自己的，相信对手。我知道你一定会快速将佣兵击倒，所以我这边不贴门。他如果说这边相信队友呢，那就该贴门，贴门以后队友去跑地窖了。